右侧，后，到喉咙，这一片痛，这一片痛，我看那个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，绕到一个杯在走啊，方天杯，那边啊，变形金刚在那边，绕到方天杯在走，绕到方天杯在走。这是一个，然后白龙那边，又有一个啊，白龙那边又有一个，国会那边又有一个啊，国会那边又有一个，前面讲过了，他们在起作用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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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点点在起作用了啊，一点点在起作用了啊，一点点在起作用了啊，这就管道啊，一点点在起作用了啊，一点点在起作用了，然后它的那个信息，发出来的地方，判断的地方，中枢，就是在大脚腔里边啊，这个地球上，包括同那个外界联系的都在那边，现在有一点点卡住，就是人家还看不见，就剩这么一点点，人家看不见，还看不见，现在就得演示到了，演示到了一个轰动性的，叭一下子喷出来，口上，叭一下子喷出来，现在有点卡住的感觉，吸气有点卡住的感觉，叭一下子喷出来啊，那个时候就。信息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啊，一下子释放出来了，信息就一下子释放出来了，信息就一下子释放出来了，那个信息就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啊，现在暂时卡住啊，卡住啊，卡住就说话卡住了啊，说话卡住了啊，因为还没到，还没全部准备好，后面说话的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，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。到了时间以后就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啊，因为现在人家还看不见那边，就没办法找过来啊，没办法找过来就也没说话。后面到了时间以后就叭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